神雕大侠到处有欢叫声啊，婴儿听到亦睡得安宁，只因大侠降临妖精亦会莫名啊，佢将邪魔摄服风暴化作天青啊，佢更仗义挺身为民请命，挽救无辜免受酷刑啊。虽然很多中国的东西在我身上高出现的时候都会很很成功，以前我穿过西装，但是没什么人理我的，呼叫声没那么劲，我穿过牛仔衫裤，但是爸爸妈妈觉得我好像黑社会，但是当我穿成这样，反应就是这样了。好多人笑我噶，我话你哋听，好多人笑我，又话写书法啦，又话着长衫啊咁样，但系佢又冇我办法你吹啊！既然系好嘅嘢，点解要放弃啊？系咪啊？